olsun.
胶看着特别好看，然后它的手感偏水弹一点，比较粘盒子，但是这个胶还是挺透的，就是有点水有点弹了，还行。这个胶就是比普通的水晶泥还要再水一点的那种，还行，捏着玩还行，但是有点碎，可能是不是很推荐购买吧。